看一下啊、哦，这个再加这个，感谢海豚的20颗星星。咦？去踩啊！哎，对啊，什么？不会想踩了？啊，算了，这边有成功就好了，是这样子吗？哎呦，好了，不重要。那再来，我要研究的东西，我觉得。要怎么启动这个？旁边放红石吗？不是吧？方块，那么红石砖？欸，我觉得我在浪费时间，我在干嘛、欸？青金石。还要启动哦，是这样吗？我怎么记得不用？需要永久启动，重复这样啊？干不是啊，它会显示字出来啊，好烦哦！怎么用？设定时间为零，要怎么设定啊？无条件，有条件啊？哇，这样子要怎么调啊？这是快天黑的时候来按一下按钮这样子吗？这很白痴哎、欸！好，来，不懂红石的人就只能这样子。要调，你说哪里调？这边吗？还是哪里？要怎么调？怎么调？哦，然后这边是我在研究蜂巢到底怎么生，要有蜜蜂出来。后来试半天，唯一的方法就是自己去生蜜蜂，然后蜜蜂自己进蜂巢里面。所以之后轻松生存，我会这样子弄。对啊，我不想显示出来啊，不然我在盖东西，我要怎么？我要盖东西，这会很吵欸。你看。吵死了！林子龙安安，可以不要显示指令？我靠，你们太猛了吧！指令竟然是一模一样的。是吗？我看看。哦，好猛哦！啊，再来，我要测试的是反射。怎么改晴天？我也忘记了。西可丽尔，不是可丽尔，白痴哦、喔！这是亲我身上的东西。哦，好烦哦、喔！好，那继续盖我的东西，侦测器。哎、欸，那个嘞，永久显示那个的嘞，那种永久夜市嘞，
不然我就只能一直喝水了，这个药一直放在后面。你看我多久没生存了？几乎没有在用创造玩东西了，所以不太知道。后来我想一下哦，侦测器、发射器，然后侦测器、发射器，那个漏斗、矿车、漏斗，然后剪刀嘞，剪刀嘞，剪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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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测试这个东西。也是轻松生存之外要用的。那虽然说是轻松啊，可是就是玩得很不轻松啊。就是以前新大陆的玩法，我找到了。这又是什么指令啊？天啊！继续。哎咻，棒！这样吗？一，这样，没有啊，ID 要加在哪里？这里吗？这样子吗？嗯，永久启动连锁重复完成。哦，这样子哦。嗯，小老鼠 P，小老鼠 P。骗人，是要 give 吧？完成。哎、欸，有了，什么 ID 打错？然、啊、后打 GIVE 不是吗？我打错了吗？我自己 ID 也会打错。好啦，我就要开个平地来练才对耶！天哪、啊，感觉要开个平地耶，开这个地方感觉不是很优诶。好啦，我要盖的是这个东西，就是自动剪羊毛的机器。我真的觉得我需要一个平地耶！天啊！啊，算了，储存回标题，单人，这个吧，我知道在做什么。来，刚刚的，哎呦，开啊，这什么的？哎、欸，我盖这要干嘛？哎、欸？我在干嘛？应该是线吧，上面有线吗？哎、欸，有，喵喵喵，多人取消单人，这个可以删掉了。创立新世界，创造。超频版完成。测试。填满不要，填满那个也有一堆洞，一堆什么的选项。完成。来。我自己上去复制，我复制一下哈。给指令方块的是这个，OK。那再来是，用这个。
然后这个，哎、欸，好，再来是用叶。先不要打字。干，我刚复制到一半，复制错啦。一，斜线，一。完成，好了。大概就是。我盖的是，干，我还是用填满呢，烦呢。好啦，没差啦，就盖了那么多，弄了那么多，最后还是要这样子弄啊。我想盖两种诶，一种是太阳阳，需要你；一种是侦测器、发射器。那种红石不知道需不需要、欸，剪刀、漏斗矿车，我本来想说这样盖，可是在想这样盖的话，侦测到一个全部都会侦测到，就觉得哦头好痛，这样子，然后，嘿，羊丢里面，然后放里面，再来是这个，这样子，爸，妈，你可以吃个草吗？Hello。你可以吃一下草吗？求你了。它下面这边要漏斗，然后箱子。这样，嗨，赶快吃草。我是想这样盖啦。哎、欸，没启动。哎、欸，我真的忘了怎么盖、欸。我那时候是这样想，可是后来想想，这个是全自动的嘛。可是又想说，我有必要用全自动吗？我想说就改手动，人经过的话就直接咔嚓。自己剪，等一下哦，我现在头有点疼。因为没有尝试侦测器反过来，我放反了吗？它不是要面对的方向才是那个吗？就是我要面对那边啊。对啊，他是要侦测这个羊毛啊，白痴，我知道为什么了啦，应该这样子吧，这样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其实真的我1.10之后的版本超陌生哎、欸，这样子，然后我这样试试看啊。最能试的就是这个方法了。锄头、欸，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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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一下哦，这只羊需要死掉，而且很久没碰红石了，我真的都忘光了哎。有，可以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还是这边不能放漏斗矿车？哎、欸，我太久没玩了吗？不能这样子吗？还是要这样子？好，我们等下吃草。你赶快吃草，求你了。没有，后来我就是要一间一间慢慢关他们，然后关他们就是我要这样盖一排自动收集羊毛的。然后我现在有两种打算，就是手动跟自动。手动就是我心情好看了之后就是按下去，他们这一排羊毛一起剪掉。啊，另外一个自动就是一吃草马上剪掉，这两种。当然最好是自动啦，可是手动就是很爽，就是你一排羊毛都长齐了嘛，然后就那种流麦自动流麦机，半自动流麦机剪下去之后，它就嘟这样一次剪光，看哦，有没有就像这样子，剪了之后就留下来了。我要盖就是这种东西，可是我要盖这样子的话有缺点，缺点就是。你盖第二座的话，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你盖第二座这样子的话，不是，这样，好烦哦，就会有点占空间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边会有一这一格，明明可以。放东西的，可是却要占一格，反正就变成说我只要16，欸，要变成说一个机器就会空一格，所以要多叠空16格嘛，因为一个颜料是有16种颜料，所以这样子的话。